улице сонной, запуталась кеда, свет фонарей среди объявлений. Ищу тебя, где ты? 28. 宝贝跟宝贝阿姨, 还有我, 我们在欢迎中心。 一份就行，端回来我看看好吃吗？好吃吗？胡说八道呗！今天是2014年10月，2014年10月29。 家宝跟二姨妈妈来到了武侯祠，是不是？今天是2014年10月29日，我们上午逛了宽窄巷子，下午现在在武侯祠。 跟你阿姨一块儿去。逛完宽窄巷子、武侯祠和锦里哈。 放在上面，放在上面。你看，你放在上面。今天是2014年10月31日，我们来到了熊猫繁育基地，进来走了半天还没有看到熊猫。 现在走到一个吊桥那儿，站那儿先别动，我给你们俩照相。啊，我的孩子。在哪儿呀？这上面。啊，这好大的桥。二姐，来一会儿就没了。2014年，我们来到了熊猫基地。玩一会儿。玩一会儿。就是啊，你起来呀。 起来吧，大熊猫了。终于费尽的见着大熊猫了，是啊，还在睡觉。睡觉呗，它挠痒痒了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，又趴下了。哎，它刚才睡觉。宝贝，看看熊猫好不好？好。你说熊猫，你不要懒了，快起来，不要睡懒觉啦。 就像演的那个大熊猫，我们终于看见活动的熊猫了，费尽了千辛万苦，走了好几个岔道。啊，宝贝，别等，等等等等等等，往前走一走呗，就全都起来了。等等等等等等等，一二三，四，六七，七只，又转起了。嗯，这个下面醒了，但是它。 在那边两只玩呢，转过来瞅瞅呗。一二三四五。
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，晚安。宝贝，宝贝，宝贝，我是灰灰，都是妈妈，妈妈。嗨，手放下。我的明天是人。今天是2014年11月1日，宝贝，我看你，还有彤彤和我们正在动车上。宝贝，咱们要去哪儿啊？啊，宝贝真聪明。看彤彤在哪里？今天我们行程分开的，彤彤要去青城山，再度登上青城山。2014年11月1日，我们来到了都江堰景区。现在走到都江堰的一座吊桥上，看大宝贝，直晃悠。哇塞！哎呀！他们坐的。今天是2014年11月1日，我们来到了都江堰。现在到了都江堰的，看看啊，这个飞沙叶，哎呦我的天，飞沙叶，好啊，宝贝，我们现在在哪里呀？对了。玩得开不开心？我们都开心了，没有英雄，哈哈哈哈的，来看看，真漂亮，真漂亮啊！看你把东西放那儿，看啊，我不知道了。不是，我说你放那里看。妈妈。走了。你俩转过来。是。我们现在在都江堰的飞沙堰景点，我摇一个啊。
今天是2014年11月1号，我们在都江堰最高的秦堰楼，秦堰楼的第六层吧。最高层高的第六层有几层吗？那宝贝一路大多是自己走来的，走上来的，很棒哦，很棒很棒的。哪有那么高？看看，在这里能看到都江堰的整个全景。哎，看吧。哎，能走的吊桥。我们是不是饼干？你俩吃不吃啊？都有啊。我那是那个3+2饼干，咖啡味的，好吃。拿来吃上吧。我吃一半，还有一半。